32号，请准备。山林风吹过来，痴情苦恋的无奈，辜负一场有情义的花蕊，无讲一声就离开，想来全然无滋味，我无达到你一贯的对待，情茫茫。好，谢谢啊，送你一个纪念品。好，谢谢。42号的陈忠信来了是吧？好，我们现在请42号的陈忠信先生，伊要为咱唱一首台语歌曲《春夏秋冬》，破个声，鼓励起来，谢谢。43号，请准备。43号，请准备。伴阮流浪，孤孤单单，谁人体谅？我在他乡受尽风霜，你在故乡就爱保重。中秋月明。山顶的寒梦也已经红，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对你的思念，为何离袂开阮的梦？谁人体谅？我在他乡受尽风霜，你在故乡就爱保重。中秋月明露水重，山顶的寒梦也已经。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对你的思念，为何离袂开阮的梦？谢谢，好，谢谢你，谢谢。多谢陈忠信，谢谢你的参加。接下来我们要请43号的刘黄淑女、老吴秀丽，一位为咱唱一首《父子情深》，掌声鼓励，谢谢。44号，请准备。想着细囡仔，搁需要人照顾。
甲艰苦也平平。日头遐尼大，天气遐尼热，爸爸你敢袂吹打？提手巾仔来，予你吹干，大汉我会做好听。谢谢，非常感谢您的参加。接下来44号的黄慧欣小姐为我们带来一首《爱到》。现在，爱到袂当爱，普通声给他鼓励一下，爱到袂当爱。台语的歌曲。三位评审，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编号44号黄慧欣。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很巧的哈，来把这个电视。最后一位是刘云清小姐啊，她很巧的是我们残障的朋友，但是我们报名呢并没有限制哈啊，所以。一律平等，一律平等。最后一个，我们给他掌声鼓励鼓励。他要为我们唱一首《酒醉的梦》，酒醉的梦。
是阮有嘛勇敢，也是阮感情无内涵。赠送给等一下，你是最后一名啊，也是很特殊的啊，我们残障朋友啊，你对这个歌唱啊，我想大概是从小就非常有兴趣。我看你这个把整个感情都投注在里面呢、啊。你平常喜欢唱歌吧？哦，哎，唱得令人非常感动啊！我想，哎，你这个歌声哈、啊，可以使我们呢、啊。大家都心弦震动啊！你平常有没有经常参加这个歌唱比赛啊什么的？啊，有哈。这个刚才这个歌啊，唱起来蛮心酸的。我想你的真实生活里面应该不是这样子吧？还好是吧？还好啦。好。我们最后这一名哈也是残障朋友，他今天勇气可嘉，来跟我们众多的。参赛者来竞争，大家再给他一个勇气的鼓励，谢谢，谢谢，好，谢谢。啊，各位先生休假，各位阿姨上、欧巴上，各位啊小朋友啊，各位评审先生，非常感谢今天啊慈修公慈修杯卡拉 OK 歌唱比赛，承蒙大家的爱护支持，啊，咱到这够一段落。现在呢，啊，我先要来请今仔日三位。评审老师其中的一位是实践管理学院的合唱团的指导老师林盈瑶老师，伊要来做一个讲评，讲评。啊，咱先来欢迎林老师讲评了后，啊，咱这个分数马上差不多统计完成，再来向各位做一个这个分数的宣布。啊，现在大家各用普通声来感谢到今仔日三位的。评审老师，谢谢，谢谢。啊，咱家评，好，谢谢。各位，现场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阿曼啊，我是林颖瑶。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啊，那个慈修宫能够办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演唱会啊，不知道声音会不会太小声？好，那么我想在座的还有薛老师，还有司老师两位啊专家在下面，我想我不多说啊。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虽然耗时很长，但是呢，我想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的啊心灵的啊非常的喜悦的一种享受。那么从第一位上台演唱的到刚刚最后一位小姐，我想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今天啊不是猛龙不过江啊，那么不是猛虎不下山，每一位站到台上来的人，他们都唱得可圈可点啊。那么在这里呢，他们的优点啊，我想大家都欣赏到了，在台上唱作俱佳，然后呢非常自在，这是我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个人站到台上来，能够毫无做作，能够很自然的把他的自我展现出来，这是他成功的一面。那么我想今天呢，高手过招，非常精彩，那么一定难免会有遗珠之憾，但是呢，我简单的把我们今天听了大概将近40位的演唱者，他们的大概的一点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因为马上又要进入决赛，我们希望入围的这几位啊朋友们，他们能够在决赛的时候表现得更好啊。那简单的讲啊，特别在这里提醒每一位参赛的人。你的选曲非常重要啊，你今天来这里是参加卡拉 OK 歌唱比赛，你应该要拿出你最有把握的，拿出最适合你的歌声，最适合你的表现的一首曲子来参赛，而不是选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我喜欢唱这首歌，或者是这首目前最嗨的、最怎么样、最流行的歌，并不适合啊，这样的并不适合。因为有些参赛的人，他的声音非常好，好的让人家心里真的是赞叹，由不住的要赞叹。可是呢，他选的歌曲并不适合他，结果没有办法让他很独特的音色跟他的歌唱技巧，在借着歌声的表达当把他怎么样诠释得很好，这是非常可惜的啊。那么今天呢有好几个演出者，他们呢真的是他们不但是唱得好，而且他们的肢体语言真的让人家感动，几乎是全然的那个专业的职业的那种歌手在台上展现出来。那么像我们刚刚最后一位那位朋友，很可爱的一位朋友，听他的歌唱，他是用生命唱的，用他的感觉，用他的生命力去诠释他的心酸，那么我想他是成功的。那诸如此类，每一位参赛的人，我再一次的提醒您如果你唱的是国语文的歌曲，请你的注意你的国语文咬字我想很多很多闽南语唱得非常好的，那么他的擅长在于闽南语，但是他如果选唱国语歌曲的时候请特别注意一下支持诗这几个跟滋滋滋，请你把它分清楚。那么国语文的咬字有时候会很关键性的影响到你的成绩这是我要提醒大家的。那么再来就是我们唱歌不是一个劲的猛唱，把声音大声的唱出来。很多很多位参赛的人声音非常好，尤其我们有好几位男士朋友，他的声音真的是太好了，可是呢他从头到尾太大声了。一个歌曲一定有高潮，有比较高的地方，高亢的地方是需要你很专注的去唱，但是它也有一些地方是比较柔和的，请你不要说从头到尾一首歌都很大声、很拼命、很卖命的去唱，结果呢，你把你声音的本钱展现出来了，可是音乐不见了，这点非常可惜啊。那么再来就是好几位朋友，他唱得很投入，结果他唱的时候那个姿势就好奇怪这个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姿势在那里。那么他可能太认真了，但认真的时候
有时候你可以在家里练习对着镜子唱一下，那么你的站的姿势尽量优雅。我想我们很多很多有很好的示范刚刚都做过了，我想这个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的。那么那个刚刚还有一点就是说怎么样，那个声音的咬字吐音这个地方，还有尾巴的尾音，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刚刚在听的时候有几个唱得很好，刚刚主持人也讲过，哎，这小姐你的唱的味道很好，但是味道很好真的是确实我们在台下都有同感。可是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个音准，那个音准音高那个 pitch 要够，尤其是尾音要支撑到底，不要说到最后声音有点像飞机这样坠下来，这样掉下来。那么其他的我想我们多听多唱，一个好的歌手他不妨在家里在唱的时候可以把拿一个录音机，你把它怎么样把自己唱的录下来放出来听听看，有时候不断的反复的听自己唱，偶尔静下来你会发现怎么样，原来我这个地方没有唱得很好，那么多听几次你可以改善，我想这是一个小小的建议。那么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晚上，也谢谢怎么样我们今天最辛苦的辞旧宫的一些干事一些主持人，我们先给他们热烈掌声，也谢谢今天为我们打灯光的，为我们做一切善幕后工作的一些辛苦的工作朋友，谢谢。非常感谢林老师的讲评感谢三位评审老师。我们今天辞修宫举办的这个歌唱比赛是一种纯公益的没有盈利目的的，因此呢我们在经费有限之下，幸亏社会的热心人士多方的赞助，我们能够顺利的举办今天晚上的卡拉 OK 歌唱比赛，尤其是评审老师们大家都是挹注一臂之力因此呢他们不计较任何的报酬，我们也仅仅准备一个这个往来的车马费我们有一点点的这个车马费，现在要赠送跟我们这个赠送一个纪念品罗里长。还有帮忙转送三位老师车马费还有两位老师的那个纪念品，我们施国正老师因为下午有参加一场纪念品是一样的，我们就不再重复的赠送谢谢三位评审老师花香改帕姐来得下得下。好，现在我们要宣布成绩大家把成绩的那个分数记下来，明天还有一场一样是7:30，还有一场这个预赛一样有40多位的选手他们的分数跟今天的分数大家来比较一下，把这个前24名我们录取为决赛的这个选手现在我就来报告一下。